没穿过的衣服为什么不能退？本店售出概不退换，买不起别打肿脸充胖子。雨桐，要不算了吧？必须退！不对，我今天就不走了。不退钱。雨桐，走吧走吧。丢脸丢到家了，竟然连钱都没看。不是吧？你敢跑，我就把刚刚的视频发出去。你到处跟同学说我是渣男，我当然不能放过你。你想怎样？周末跟我约会，我就把他删了。别做梦了，我可不吃回头草。你雨桐，我的手机，跟我没关系啊。你跑什么呀？我还想谢他来着呢。什么？对不对？不退的话，我就把事情闹大，看你怎么做生意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！没想到他，哎，看来得买只新手机送他了。我可不想欠他，就是我最近手头有点紧。其实我觉得他还喜欢你，不然也不会跟你考同一所大学。而且你不也没放下吗？要是我们考同一所学校的话，就不用异地恋了。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不想谈了。那时候为什么还要？这次一定要问个清楚。哎，同学，能帮我喊下叶琪吗？找我男朋友干嘛？你，原来他已经有女朋友了。我知道你是他前女友，但既然分手了，就别来纠缠他。我只是来换手机的。雨桐，都有女朋友了还跟我约会，果然是渣男。哎，什么女朋友？她是我姐啊。当初分手你哭得死去活来，我可都记得。我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。当初你为什么突然分手？下学期就要考试了，雨桐的心思都花在你身上，你成绩差就算了，别耽误我女儿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一直想坦白，但你总是躲着我。姐，就算你不同意，我也跟他在一起。